在死亡面前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不管是好人坏人，都必须被抢救，不是吗？如果无法真实面对自己的问题，是没办法救任何人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文胜豪。《火神的眼泪》是一部消防职人剧，在剧中你可以看到消防队员在抢救火场时的辛苦，也可以看到他们背后不管是家庭、友情、亲情之间的激荡。请跟我一起锁定。